哎，收到了一封分司的信，来看看。老爸，我在你频道看了很多介绍越野车的影片，可是好像觉得都不太适合我。我想问你帮我找找看比较适合我的越野车。条件是如下，车子不能太高，我190，怕踩不到地。这台车要比我女朋友轻，而且这台车一定要有牌，因为我要用它代步。保养要简单，像野狼那样，但是马力要大，要方便载人，也要方便买便当。还想要我的车子能帮我打手，车子也不能太贵，我没办法接受我的机车比我的手机贵。OK， 好啦，来想一想啊。这台不行，这台也不行。这台也不行，不行，这台，不行，这也不行，
条掉了，哈哈哈。但老爸，我要一台新车。